变成展示馆，试吃。Hi, hello everyone。那么现在又到101的这个眷村区域的地方，拍照打卡的地方。所以今天要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啊。今天拍摄时间是9月12号，9月12号，这才后一天是什么？13号嘛，13号是什么？苹果发表日啊！刚我拿3GS， 对，我刚好手上就有一只3GS， 对，今天要带你们去101苹果拿3GS 用一天的，信义国小哎。啊，先给你们确认一下，还是可以用哎，3GS 还是可以用。现在是 iOS 6，对，已经更新到最新版，还是一样顺畅啊，只是有时候卡卡，而且我已经越狱了。看，这个按下去，身体按下去越狱了，哇，只是速度有点慢，我没有弄网络，没关系，那还是可以用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今天对它很多软体都已经没办法下载，那我今天就是要带着iPhone 3GS 去101的苹果旗舰店，对，好，去看看，对，刚好已经快要到那个发表日了嘛，就是贾博士一手掌握的手机嘛，然后明天是13号，那美国发表是12号，就是发布了三款新 iPhone， 好，就是什么 iPhone XS 啊 ，iPhone XS Plus， 还有2018的 iPhone。有3款不同尺寸，然后会很贵的，我怎么知道？那大家一定会熬夜去排队嘛？看今天有没有人去排队，哇，有人一定在那边先排队了。啊，到101了，好，101，对啊，拿3GS进去了，苹果。3GS 进去苹果，哎，好尴尬啊！对，进去只有服务员跟我说：“哎，你好，看我拿 iPhone 3GS 进去有没有很潮？对吧、啊？很复古哎，贾博士的作品哎，对啊，你们现在才发表什么 iPhone X？对，进去都是 iPhone X 啊，还是可以用的。那我们去新营区 A4 那边，好吧 ，A4 那边，因为英一这边都逛过了，然后有点贵，东西卖得太贵。”2018年的 iPhone 3GS 还是最潮的，对，不输金属机啊，不输玻璃机，一样有质感，塑胶有质感，塑的质感。发现一个好宝物啦，莱米广告。对，你以为只有带一只 3GS 吗？啊，赶快下载莱米。哎，好了哈，这是莱米广告区了，莱米广告区，我们看一下，哎。柯奇跑去哪里？哎，来蜜好不好？现在来蜜，对啊，刚看到广告了，要去寻找主播了。现在来蜜了吗？哎，哪里啊？要过去看一下，赶紧过去。蜜之家在信义维修也有哎，啊，真方便啊！哎，只有龙儿啊，其他没有，没有。还有谁嘞？黄妈，还有瑞瑞。好，我找到了，哈哈。就想赖着你，科比找到了，好，给他拍。啊，后面啦，科比啦，后面啦。好，你做到科比的广告看板了，哈哈。大家记得下载莱米哈，莱米。啊，好热哦，对。那现在就带着 3GS， 带着我的 3GS 去吃午餐啦，对，吃一下午餐。那边刚好有一家咖啡店，对，去看一下哈。那边有一家咖啡店，去看一下哈。对啊，本来想要带你们去网美打卡的一家店，可是就觉得对，都比较对，人太多，对，人太多。你看前面那涂鸦是什么？看那个图，哇，好可爱哦。东区地下街了。对啊，带一个来吃金风好了，卤肉饭。
屈臣氏买一点东西了，去屈臣氏一下。去找一款保湿的水，保湿的水啊！之前好像要买这个肌研的，要买肌研的哈。买这个哈，买这个肌研润白的，白透亮。啊，现在要往哪里呢？西门红楼这里，就红砖区了，看。没什么东西耶，我还是带着我的 iPhone 3GS 一直来这边逛，好浪费时间了，哈哈。哇，大模型哦，终极战士，哈哈。好啦，那今天就是跟 iPhone 3GS 好相处了大概有一天的时间了，还是可以用 iOS 用，只是 APP 都没办法下载了哦。然后可以越狱，然后让网络的速度可以更快。然后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可以上网。然后呢，它最强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可以上 YouTube， 很厉害吧？这种 YouTube 已经在 iOS 16已经消失已久啦。哦，至少还有两个 App 可以用，其他的 App 还不能用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没有接网络的关系，所以没办法连上 YouTube。对啊，贾博士时代的 iPhone 3GS。拿进去还是很闪耀啦，哦，这种还是会赢过不少金属机壳，因为它的收讯是最好的，哦，就是塑胶收讯是蛮好，过热的情况也比较少，哦，虽然萤幕不是用 Retina 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啦，那我回家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见真章，9月13号晚上凌晨1点，哦，美国时间是9月12号。对，就开始 iPhone 的三款新机 iPhone X 全萤幕哦， Home 键已经拜拜了， Home 键拜拜了，好不好？ Home 键拜拜， OK， 那就这样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方按个订阅，然后开启铃铛哦，还可以收到更多的新通知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The seasons come and go like thoughts of you